新闻时不行。这块我们看一下，这块石头有破损，这个图案有点像弥勒佛啊，你看大肚弥勒，只可惜这里缺了一块。白条纹，上面有一个纹路，这对比度差了一点，仔细看还是能看清的，像不像一个人物啊？这是他的头部，下面是他的身子。这个像什么？这个是金纹石。这块怎么样？感觉画面感还是可以的。这块是石英石。金纹石。有点像个鸡爪，没看头。有点图案啊，石头太粗了。这个纹路不行，画面石，还是挺漂亮的。先放这。这块石头较粗啊，这小画面看着像一只小鸟。这块是金纹，大家觉得它像什么？这有个图案哎，看着像什么东西？看不懂啊。诶，发现了个宝贝，哇，树根啊，造型怎么样？
这树根可以拿来做石头的底座呀，光拿去摆着也可以啊。看，又一块木头。啊，这个木质感觉更硬啊，完整度也更好，就是有点脏啊，上面的纹理看不到，乌漆嘛黑的，这是不是一块乌木啊？拿在手上挺重的。朋友们，刚好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木头呢？这木头好看吗？今天找的石头一般般，但是这两个木头还不错，这也属于意外收获啊。大家觉得这两个木头怎么样呢？有没有收藏价值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观看，看到这里了，点个关注再走吧，期待你们的留言点赞，下期再见。